我老土啊，我覺得自己。咁啊，最後一首歌啦，呢一首歌啊，對我嚟講嗰個意義係好大噶。啊，仲記得唔係好耐之前，喺啱啱有人提醒咗我啊，喺呢個半年之前啊，咁就出道啦，好開心，終於可以完成咗我做歌手嘅夢想，而且有我第一首嘅歌屬於自己歌。我仲記得呢一首歌，第一隻個 MV 出嚟啊，太痛了，所有嘢到而家都好深刻咁。呢一首歌可能記錄咗一啲唔好嘅嘢，有好嘅嘢，但係其實都想帶一個訊息俾大家，我哋遇到任何嘅困難都唔應該放棄，我哋要追尋自己嘅夢想，揾到自己想做嘅事。要活得好有意義，呢首歌就係最後一首歌《今天的我》。今天的我要得到你。
版本，今天我呢個 live 版本，好鍾意啊，好正啊。嗱呢個版本，呢個版本咧，除咗呢度聽到之外咧，今天咧我哋喺 Juice 嘅 video 裏面睇到嘅，咁遲啲咧會搞翻上網嘅，大家可以上網重温啦咁樣。當然 original 版本梗係上 Juice 個 app 度聽啦。冇錯啦。喂，好老土啊，問翻你一句先，你係今年嘅重點新人嚟噶嘛？係咪先？係啦，咁有咩有冇信心先？其實獎項咧對我嚟講一啲都唔重要㗎，冇錯，最緊要就係官方嘅答案，最緊要就係得到大家嘅支持。嗯，係啦，咁出年啦，出年2017年喎，有咩計劃先？希望可以出到我的第一張大碟啦。谷子喬今日的我全新大碟嗰啲有冇？老土嘢，好老土啊咁樣。好老土。但係即係希望嘅，咁其實因為做歌手真的對我嚟講係已經實現了夢想，但是夢想永遠都不會搖多的，所以我就諗住逐步逐步希望。我想問下 Hannah 出唱片，大家會不會支持先？相機影住呢班人先，影住你樣係咁冇法。值得支持一個本地的新人，佢個 Hannah 啦。最緊要你哋中意啦。其實真係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嘅啫。即我是很單純去玩音樂或者中意音樂，冇諗其他嘢。係啊，期待你多啲新歌啦，出年2017年多啲 rock 啲嘅歌啦。好。今日留咗一樣嘢爭咗我哋㗎。係。你話踩摩冇踩到先？我驚要賠錢啊！唔係啊，用咗相機梗係唔好踩啦，小心啲啊，老仔著裙。我好長，同埋有打底啊。係有打底，早啲踩啦咁樣。係啊，下次請我踩。下次再踩啦。好，今日曬，多謝 Hannah 谷子喬。下次見。下次見啦，但係我轉頭咧4點鐘。